艺人沈百祥11月26日现身香港尖东某酒店出席欢乐满东华2018记者会，有指当晚筹款活动上有一个特别环节会云集三大选美冠军，包括香港小姐、亚洲小姐以及国际中华小姐，由林子祥带头走秀。首届亚洲小姐冠军李燕山表示好开心能够和历年三大选美冠军一起行善，而当过三大选美比赛主持人的陈百祥就指像看着女儿出来筹款一样啊，这个跟我的牙有点关系，可能人家都不记得了，我是三个选美我都做过司仪，尤其是李燕山当的是第一届的亚子，我要是哪年的司仪，大家看我就当香港小姐的司仪多了，阿泽跟华泽我是比较小，可是都做过，所以是看着像看我自己的女儿长大出来帮大家筹款的感觉吧。另外12月3日就是陈百祥的68岁生日了，不知道今年 LEGO 打算怎么和一群好友庆祝呢？老婆黄信秀应该都全部安排好了吧？啊，这是我老婆安排了，黄信秀对于圈子的衣服，每个人都穿中国的衣服，一般朋友就高高兴兴的还一晚而已。魔方传媒香港报道。